小七医师，你有寒吗？你的房子里面。真气是吗？，sorry，所以这两个有可能是你的房子吗？不确定，大房子有可能。量和温，不确定是吗？不确定，因为我现在要找，就是我觉得你要找不是早点找到队友，就后面好弄。有可能是大皇子吗？对吧？我吗？对啊。量是吗？是，对，他是量。不是我的，大皇子。你现在找这么着急吗？你是啥呀？我是寒和热。寒和热，咱俩肯定不是一组。为啥？我是凉和健康，你支持的皇子凉或健康。他是个小凉人。我们是温。那你就是三号。三皇子一定是寒或热。绝对是。对。因为我没有在打探消息，但何老师一直在打探。打探完了之后，发现他跟我不是一个，所以我就确定了自己的阵营。何老师，你好。你有找到你的皇子吗？我直接跟你讲啊，这里面没有我的皇子，这里面也没有我的。我是寒或健康。我是寒。你是寒和热。寒和热，那也没有这两个，所以一定是三。那我们配一下，那就是寒。对，因为我是两个比较极端的体质中间一个是寒，一个是热，所以像温啊、健康啊、凉啊这些就都不在所选项了，所以我是比较早就知道了我是三皇子的医师，小何也很快意识到了，所以我们两个先锁定了自己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就直接配对了。你有多少钱？你想买一代吗？就是我拿到了一代前第三轮的使用权。好，对，那我就不用买了，不用买。你们现在只要另外一个。对，到时候要我给你。而且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，我们第一轮的那个皇子没吃药，对，等会很危险。一个是没吃药，另外一个他现在不是健康的。对，那我们得去想办法换阳历，因为下一轮的话，天气的变化，再加一个天气的变化，它会它加一，加一是吧？哦，那只要一个就行了。对，那药是够的。对，药是够的。你看啊，我跟你分享一下我所有的讯息。小普温和凉，脸是寒和温，对，寒和温。小七完全没跟我说，小七他可能是凉或者是热，妹妹是寒和凉，然后大勋是凉和康，对，凉和康，不过是温和康，然后文静是温和热，你是寒和康，对，没有寒的都排除了，对，那就是妹妹王冕，妹妹和王冕有可能是其中一个，对。我们仨其实是有可能是队友的，对，因为二皇子的状态是温嘛，咱们仨是重的。小普，其实我们四个是有可能是队友的。怎么可能四个人是队友呢？不是，就是我们四个有可能是二皇子，对吧？因为我们都有温啊，对。但你也有可能是大皇子，因为大皇子是凉。对呀。然后你俩另外一个是康，一个是热，也就是说大皇子绝对不是我们的皇子。对。因为我们仨里面都没有凉。那其实我们就是要判断一下三皇子是不是自己的皇子，所以有没有必要买一下那个探听？你先买探听吗？第一轮不太清楚自己是哪个阵营的，所以说我先买汉室的那个功能卡，确认自己是暗中支持哪个皇子。那我们可以共享消息吗？哦，你要买探听？那你买。那如果我们俩是队友的话，买中了是队友的话，咱俩就可以迅速统一战术。那为啥他出钱呢？为什么我出钱呢？我是大冤种啊！我这个是。那我们凑嘛，好吧？一人凑半个铜钱呢？探听花一个铜钱，咱俩撇一半。你先花这个一铜钱，然后呢？你怎么反馈给我？你觉得我有没有必要去买一个这个？我们可以一起用，因为我们都在温。最后看你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了。我觉得是有必要的。这样，哎，这样，我们这样。我觉得这样，你出一块，买一个探听，我跟他俩一人出一块，买个这个，买个老中医锦囊。但是老中医锦囊，我们仨未必是队友啊，对吧？我们仨，你刚刚不是觉得我们仨是队友吗？我说有可能吗？
其实我探听出来，比如说三皇子肯定不是我的皇子，我也没法确定你们是，对，是二，跟我们没关系，跟你们共享没有用。你现在要买探听是吗？买探听，我只能确定我自己，我还找不到队友。最简单的，咱俩一人花一块买个探听，咱俩就知道咱俩是不是知识的。那我花个两块钱去买一个这个，没必要是吗？嗯，是这样的，就是我有一个战术，嗯，是大概率会稳赚的十二分，就是超级健康，但就是需要有迅速的找到队友，并且找对皇子。是，就是如果我确定二皇子是我的皇子，对对对，我就再也不走了。就是我永远在看二皇子，每一轮我都可以多加一次听诊费。然后如果我找到我的队友了，比如说咱们仨是队友，我们仨每一轮看二皇子，咱们第四轮的时候去看他，就可以下十二副药。十二副药它是稳吐，也就是说他少吃一轮药，他就一定超级健康。我那个逻辑你听懂了？我听懂了，但是你那个的话，就是，可能你个人经验值就会差一点，因为你蹭不到别人。但是不重要，就是我只服务这一个人，我确保他永远健康。我现在我去买探听。我去买老中医去。